不穿，你不要穿企鹅装哦。金宝，你看金宝穿企鹅装多可爱，你看。多可爱。再见，赶快站好！哎，你是企鹅吗？你们用趴着啊！那个趴着就好了，趴着。趴着。喜欢趴着吗？趴着，哥哥趴着就好了。这样子，哥哥这样子，你看这样子。会滑下去哦，很好玩哦。金宝的怎么办？金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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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，加油！耶，乌龟！金宝，乌龟！金宝！耶！哥哥！好了，第二次，第二次。你敢吗？你敢玩吗？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叫做有一种蜥蜴会在水上跑的，知道吗？好，下一个。爷爷，快点喽！哎，这里快转是虫，爬的有点慢哦。树叶被吃光了，你看树叶被吃光，快点，快着急，别树叶来吃，快点！来，加油，加油，不会慢，来，给你，给你，来，这给你的，这个。啊，多吃一点哈，多吃一点。爷爷那个。躲起来！不要躲起来，快点！快点！
花花也没逼我，花花也没逼我。咦？吃饭不吃饭啊？我厉害。真的哦，棒棒！又哭哭。啊，哥哥，你在吃什么？早餐吗？这什么？这是巧克力饼。啊，这个嘞？那个是蛋蛋。真的？这牛肉汤。还有鱼耶，还是垃圾鱼吧。黄皮世界，你要不要看？你看它走起来是怎样？有吗？它在休息啊。真的吗？他们哦，他们不喜欢人家靠近他们啊！你看那眼睛很利耶，哇，那眼睛好特别，那脚长哦，你看，哥哥们看，这脚很长，你看喝水，对不对？很多只哎，哥哥你看。不同品种哦、啊。小时候来这边喂乌龟，哥哥。哎、欸，在那里，在猴子。猴子在那里。在那里、啊。看乌龟，妈咪看那里有乌龟。对啊。啊，两只还在啊。还要抓那个虫虫，又是虫虫啊。这个还有，你用那个、啊，哥哥，你是在弄这个虫虫呀？那个你弄不到呀，它飞很快，好不好？乌猴灵敏哦！哎，哥哥，哥哥，河马出来了，快点，哥哥，河起来了！爸爸，我拍照，爸爸，我拍照，回家给你看嘿。他起，现在下去了、啊。有，我看到，爸比有看到，爸比有拍到。三级有两只沙发，最高的这个一定有小礼物。小朋友们，如果想要把小礼物带回家的话，可以踊跃举手回答哦。那么这边就来开始出题了。第一题的题目是，请问小哥们，日本和美国在台湾，来请选择。好，想想问答对了，这边请。哥哥不要跑。好，这是小羊羊，我到手。这是小羊羊。这是小羊羊啊，哥哥。还是小羊羊。对啊。不要那么快放开，你被抢走，可怜了。哎呦，我哎呦，在攻击他。打你。啊。他攻击他，要给他硬的，哎，这个是硬的，他很凶哎，啊，这边喂一点点就好。去阿姨去买草，好的。吃草，吃草，吃草，吃草。你会过来一点。吃草，吃草，吃草。来。还要，还要喂。小心哦！哪里哟？下面有小宝宝。这个是，这个在哪？这个再大只啊，小只一点的。它死了，不
绵羊猪哎、欸，绵羊猪，哦哟，看起来好像很凶。这个绵羊猪你要不要看？绵羊猪。绵羊，你要看吗？抱你上来看。我没在喂吗？小心，然后手会割到。好了，快点吧。哎，哥哥，你抱妹妹被咬到。不会啊，草食性的。好，哥，拜拜。好吃，我们去下一站。那这是什么？他要吃干干的。哎呦，大便。大便有没有？那一只走过来了，那一只好可爱哦，它很高哎、欸，骆驼很高哎、欸，跟你比起来差很远哎、欸，它是长很高，你看它在看你哎、欸，你们看嗨，嗨，我要拍，啊你要拍，啊你拍啦、啊，你看看荧幕，要拍高一点啊，有拍到吗？好 ，OK， 回去再看你拍的。来来，这样走走走，然后吃，不用怕不用怕，你站近一点啦，你站近一点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推车不要靠近啦。那个是老爸。真的哦，靠近一点啊，哥哥，他吃不到啊。可是你看他都没有刷牙，你看。你要像他这样吗？你自己看哦，他没有刷牙，牙齿很丑。哥哥，你过来看啊、哦，你看啊、哦，你看牙齿这样走丑可以吗？牙齿黑黑的嘞。你看黑黑的，是不是？回家要不要乖乖刷牙？要不要？来，喂。嗯，有，给我两个。两个，来来来，这一根留着。这个。两根来哦。没关系，他还没吃完，又来一只了，哥哥，又来两只了。你自己坐后面脚啊。我怎么过去啊？你过来这边啊，你站过来这边，他就过来了。你的草拿在这边，他就过来了。你在那边等他，他就过来了。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你站在那里，小孩就过来了，等下过来。嗨，妈妈，对。老爸，老爸、哦，啊，这一只、啊。嗨，老爸，再见，来给你吃的。哇，你一直喂老爸、啊。老爸。啊，来这一只给你，你要选谁？这一只比较可爱呀、啊。还有，他四只在排队了。老大哥，来一只老大哥。老大好可怜啊。谁好可怜？是。是哦。哇哇，那你长一点的，那用长一点的喂那一只，好不好？你要喂准哦，不然被抢走。把别拿短的给，把它拿短的给。哎，我试试你脚开，你是坏 baby。那没有坏 baby 的，另外一只啊，这一只，把别，哎呀，它抢走了，有没有？它坏坏。没关系呀、啊。但是。你小心哦。看看，嗯，谁他是来？他要吃哎、欸，他还要吃哦、喔，那你小心，你干嘛这么短的？嗯，我不想。我拿长的这个，长的你喂他，短的我喂。我你喂他。这一只啊。对。那我喂这个。好。他没有吃到。好啦，我们就喂别的好不好？来哦，吃饭饭喽！来，老婆吃葡萄。吃饭饭喽，快点！这是我家肚子比较大的。你来，嗯，那个。对，哪一只肚子比较大的？
哎呦，你看打架哎，哇！你看他打架，超凶的，两个用脚在撞啊。又来哦！你的草啊，它吃不到了。给它拉。对啊，对啊，没有洗澡，跟你一样啊，不爱洗澡。来啊，吃。你看他会用他舌头去卷，有没有？他舌头很厉害，就把那个牧草卷起来，有没有？很大只哎，牛是很大只。他喝的水啊。教你啊，那有一只啊，哥哥。哥哥那一只，在外面。那你不能追他哦，追他他会怕哦。嗯，对。你慢慢靠近他。他有过来吃吗？没有，哇，他回家了啦！看他两只手多紧，是吗？我要拍，不要把你拍掉，正常哦。不要太靠近啦！走过来，可是我应该被他夺了你的头，不是？什么动物啊？狗狗吗？狗狗啊？还是熊熊？对。它不会怕人的啦。你看它散热啊。它会呼吸吗？它，它的眼睛自己过来看，它是活的。你看眼睛在动，没有那种。啊，现在散热。它散热。好，我们翻。哎，在野外运动的没有食物的话，你可以把它吃掉。不会好不好？对啊。哎，你看哥哥，哥你来看他的摄影机，太好笑了，你来看摄影机。对啊，这个好长哦，好长哦。好大只哦。姐姐，姐姐，这个你应该会怕吧？超大只的蛇，好吗？一只多少？900块那么贵哦？啊，第二只哎？第二只几块钱？230。230哦。你们毕业？他的落来屁股歪。两只啊。玩吗？好玩吗？玩。我
不可以再找别人的。